他越来越有魅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不是互相伤害的，我们两个是处于那种互相吸引的。对，有时候主持到一半，像刚刚记者会开到一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透过宪哥，越过宪哥，我看到露露有时候会起色心。看越有感觉，对呀、啊，发乎于情，但是止乎于理。主持界颜值担当，对呀、啊，是是是，当然要互相吸引，互相对对。所以我最近在留络腮胡，正在努力当中，抹浆抹浆哎。我们大家都健在，看到很多媒体记者啊，这个是都可以在同一个岗位上面，然后他们也不用这个